组长现在要给你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福利啊。什么福利？现在在座的包括我们现在现场的电视机前朋友要跟我一起做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升级版的搓脸操，你们想不想看？想啊。因为我的第一版的这个搓脸操的首秀，就何炅老师你是亲见证人，我就在现场，当时目瞪口呆，惊到了，惊到了。然后没有想到家喻户晓，深受欢迎，所以非常期待他的升级版。就是你看我不看别人，我就看见何炅老师搓的简直太嫩了，是不是？这皮肤太好了，不能。但一看这儿有点暴露。哦，颈纹。啊，这儿有点暴露，是吧？你要说颈纹，我这儿真多。哎呦，这没法看了，这，哎呦，这没法看了，这。那你别看，没法看。什么叫没法看？简直没法看了，真的。颈纹真的是很重要的，一定要好好保养。对。所以呢，我就搓脸操的升级版就是搓脖子，搓脖操。好，来啊，跟我一起学啊，跟我一起学啊。左手一个五，右手一个五。左边一巴掌，右边一巴掌，拖住腮帮子，开始往上搓。哦，搓，把你的小脖子立起来，搓，昂起头，撅起小嘴巴，不仅搓，还要嘬。下面使劲搓，上面开心的嘬。哇，当年的震撼又回来了。因为这样的话，让你这整个的颈纹就舒展开了，是不是？是的，来，掌声谢谢蔡老师。谢谢蔡老师。耶！下面使劲的搓，上面开心的嘬。对，记住了口令。来交学费了，朋友们，交学费喽！怎么拿？怎么拿？那边是每个人十个，拿多少？我们是你们自己的队员。我们是一队的啊，我们一队的啊。那我们就让他们收好了吧。哇这么好，组长一下子四个人的心就安定下来。对，那这边20个人的呢？前面两个哥哥多拿点，每人10个啊。后面两个弟弟呢？后面两个弟弟拿9个。还真是多那么一点呢。后面两个弟弟拿多少？你们给我先搓一个，搓得好就不拿。搓，下面使劲的搓，上面玩命的搓，搓，上面开心的搓，好可爱，怎么样？那拿多少？就拿他们的那个前面两个哥哥的吧，好不好？哥哥，你们也能搓？我们不不，不不，他甚至拒绝看。我兵哥哥刚要钻的，不，好，来，每人拿10个，拿10个，来。那么接下来新的分组，请注意，我们会分成4组。那接下来我们开启我们的好六火焰杯烧脑答题赛，加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由好六部落举办的火焰杯烧脑知识答题赛。欢迎各位。耶！只有在本场答题赛当中脱颖而出的成员才能最终捧起我们的火焰杯。另外呢，各位在刚刚积累的这个金鸡果成为了你们这一队的共同的财产，大家可以一起来汇总来购买这个防御盲盒。首先是老秦、国庆哥和我们弟弟，他们拥有的一共是73，可以拥有7个防御盲盒，哇，真是满载而归啊！我们栋梁哥跟宇哲是可以购买3个防御盲盒，斌哥和迪哥是可以2个盲盒，博远跟这个耀庆哥90啊，你们可以拿9个耶！你们一人4个，再给我们1个吧，我们只有2个。啊！
这个时候耳朵突然听不见，岁数上来了哈。你们把那些零头都给我们吧，我们太可怜了。给你，你也不够啊。我在那边去要嘛。你那都三个，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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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谢谢。可以多一个。谢谢。哇，真是有爱啊。真的好，请三号队伍可以选九个。买东西最愉快的就是不用选。哇，帅气。好，六七八九，去吧。总共九个，请回到位置。你们这边有几个？我们只有三个。三个，送一个。两个人用两轮，四个。对。好感动。谢谢舅舅。好大气。你们这边几个？三个。两个人用两轮，要四个。对。好感人啊！没想到。你们那边七个，对不对？七个。太多了。太多了，倒进去。你也是七个。好，现在我们正式开始火焰杯的烧脑答题赛。本场答题呢，总共是有两轮。第一轮呢是看合成照猜艺人名，每位成员呢要猜出这张照片里面是由哪两个艺人来合成的。回答正确的呢，可以选择任意一个队来进行惩罚，然后需要在六秒之内开出这个盲盒里面的东西来进行防御。等一下会给一个照片，我说三二一，开始。这样就可以。对，这样就可以了哈。直接抢，直接抢，直接抢。好，来准备，请看第一题。哦吼！三好，来，三好，来，王耀庆和博远来，蔡国庆，王耀庆回答，正确。哎呀！按谁？六五四三没有一，这什么？这什么东西？变身妖？这是我在这个游戏里目前见过最离谱的。这是我们嗨六超人的变身腰带。这个怎么用啊？能变吗？它会散发出这个幸福的光。可爱是不是？好，下一题来了。下一题手手来，手手啊，来。下一题很可爱，很可爱。来准备，请看下一题。这是，请抢答，请抢答。来，胡斌和那个迪哥来。李九哲，回答错误，抢答。啊，没有，这谁啊？请抢答。好，来。周杰伦，杨迪。回答错误，来。好，来。林俊杰，回答错误。任贤齐，回答错误。郭德纲，回答错误。中间是谁？这是谁呀？郭德纲和岳云鹏，非常精彩。其实我哎，来，不用。岳云鹏，还有谁？还有一个是周杰伦。周杰伦，回答正确，恭喜。岳云鹏啊，老秦竟然没看出来，不可能，真的不太像。但说句心里话，你开始觉得离谱，但是你带入了小岳岳之后，越看越像。来，我们切回去给大家看。还真是。